You should bet on me. Like I'm Apple in the 90s, you should bet on me. Gonna wanna get behind me like I'm 23. Before Mikey was on Nikes, you should bet on me.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带你们，哇，今天天气很冷，带你们来吃一个烧烤火锅，又有什么麻辣的，走。这是麻辣，这个是多梅豆，这个是蘑菇。来，我们要开始吃火锅了没有？我第一次来吃哎，这是什么？牛蛙。哇！里面有辣椒，有咖喱，有。哇！我一边讲一边吞口水哦。你现在开什么？这是鱼，这是非洲鱼吧？对不对，老板娘？啊，金贡鱼来，不是非洲啊，金贡啊，不要乱讲啊。我的口水已经。对，我也是在吞口水。我一边讲话一边监测哦，讲不到话，那口水一直流哦。他们在这边做工的人哦，都讲很香哦。啊，这里挖肚子，他还没有吃哦。来来来，开动开动。啊，你看他筷子是这样的，我刚才拿起来的时候，奇怪怎么这样短？啊 ，OK。真材。Nice。看到吗？筷子几长 ？OK，Testing 怎样用一下？吃啊。哇，老弟，拿点，你玩。放的喂。呀。很丰盛，能吃啊！你真的好料好料，尤其是这个肚子这边，那是最好吃的。它鱼肉是最软，而且是最多脂肪的。我等下换人了，我要吃了，我给他。那个表情，这里还有免费冰淇淋啊，免费 popcorn 啊，还有免费水果、红茶，还有汽水的。半山的 7-11 哦， 7-11 那一排的隔壁，过来这一排，角头间两间店面，楼上楼下，还有就是外面这一些桌子，其实我觉得最爽是坐在外面的。对。好漂亮哦，这个金凤鱼够大的。